因為其實我是做建材零售批發的，咁有時咧就會都有接 order 去派送一啲建築材料。咁咁啱去到嗰個地方，亦都有需要派發號嘅時候咧，我會一起做嘅，所以可以兩者一起去做嘅。有能力嘅盡量做咯，即係能夠付出嘅咪盡量去試咯，所以希望各位亦都有能力嘅付出你嘅能力咧。咁啊，神俾我有恩典啦，咁啊喺退休之後有時間。在不同的層面去服侍神，一來有一架車都是適合的，就做送貨，第二就是神給我們在不同的位置，不同的平台裡面去服侍，都找緊這些機會。我退休就重新回到教會，還有看到教會的事工和福音的事工是很需要的，所以我希望可以用我平時的時間可以多啲為主侍奉啦。咁派號角嘅雜誌亦都係一個使命嚟嘅，所以我係好樂意去咁樣去侍奉。去年2020年咧，成年我都冇分過公司廠入邊咧，係啊，佢哋都一樣咁樣做喎，冇我都掂喎。依家開始嚇，之前唔好講啦，就一定會做呢個替濕碎啦。喺我嚟講，好易做嘅嘢，我而冇氣做。咁兩年前就開始幫何國瑜響派報紙啦。在尖沙咀咧，同阿李生去派报纸，李生揸车。尖沙咀其实我是不熟的，咁嗰阵时系六七月啦，喺度问路啦，又孭住啲报纸，其实就好热噶，身水身汗嘅。因为人哋要赶住收工啦，咁去停车场，个保安都好好啊，好好心见到我哋系好似鸡手鸭脚咧，又赶时间啦，佢又俾我哋入去啦，唔使钱嘅，又帮我哋揿 lift 啦，个过程咧都。感恩神在这里保守，是啊，其实派报纸对我们自己都有得着的，是啊，自己是很喜乐。